爱生命，关注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华医药特别节目《我的健康我做主》。要做健康的有心人啊，就是当身体遇到问题的时候啊，除了积极治疗之外，还要主动想办法。那今天要和您见面的几位主人公就都是自我保健的高手，他们琢磨出来的方法不仅自己受益，而且还惠及他人。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河北石家庄市的一所普通民宅，满屋蒸汽缭绕，一个特殊的箱子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每天清晨，市民杨鹏的生活就从这个喷着白雾的箱子开始了。这您这是在干什么呀？这个，这是在蒸我这个胎腿。有时候最多的一天好几次，3到4次，有时候烦了他了都。仔细打量这个令人好奇的箱子，是用蓝塑料布围起来的，还带着几个冒着气的窟窿。杨鹏把手和脚都钻到了里面，并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这么一下，这十几分钟的话，这个满身是汗，浑身打汗了。这通过脱汗的话，导致就是排毒。今天我到的是说一次一身汗呐、啊，什么促使血液大循环，这不是很健康吗？而大约20分钟后，杨鹏把两条腿从那个蓝箱子里拔了出来。这膝盖就是烫手热手，它是从内里发出来的热，就发红了。10多年来坚持，一直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对我身体变化挺大。杨鹏，我的健康我做主。那个罩住手和腿的大箱子究竟是什么？这还要从他几年前的经历说起。1997年，当时只有40岁的杨鹏发现自己的腿出了问题。一到阴天下雨他就疼，平时的到时候就是尤其是冬天冷了，每天到时候就是蹬着上下班，一歪去蹬自行车的话他就特别疼，蹲着干活也不行。就说好像是针扎的呀，有时候就说酸，一天冷的时候他就觉得凉，那种酸胀那种感觉疼。从那年的冬天开始，杨鹏的腿就落下了毛病，只要天气稍一转冷就会僵硬疼痛，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他感到十分无奈。这个腿就像天气预报一样，一到阴天下雨之前，这个腿就开始提前就开始疼了，是摸着这个膝盖就是跟冬天的摸着那个门缝的那个凉气差不多，感觉就像凉气往出发的这个凉气一样，它都没有一点热乎的感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带着呼吸，他总觉得那腿是冰的，而且半夜的时候有时候还疼。而为了找回腿上温暖的感觉，杨鹏更是尝试了不少方法。用热水袋敷，用这个膏药贴，贴的这个那谁都贴嫩了，倒是也不行。最后到时候买了个桶的话，跟他别人桶看，这么高的桶，专门用这个桶泡，当下泡着舒服一点，好一点，但是他好不了多一下。就在他四处想办法的时候，1999年11月，杨鹏碰巧看到了正在用水蒸气做美容的妻子，美容椅里源源不断喷出的热气，让他动了心思。说挺流行的那个哈，用蒸发器说熏熏脸，然后再抹抹脸，说是不是活活血。他看了这个了，他说这个的人要给我刺刺腿吧。杨鹏拿过美容仪直接对着膝盖试了试，十几分钟下来舒服倒是舒服，可热乎劲儿很快也就散了。就把这个做一个箱子，整个把他这个腿把这个热气罩住他，就跟蒸馒头一样蒸这个腿。没当回事，我现在自己鼓捣去，我也没当回事，我心想你还能把这个腿能蒸好喽。而杨鹏可不是随便说说，竟然真就有模有样的弄出个大箱子，几经尝试终于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咱们看看里边什么东西，你看里边就这么两样东西，
这个凳子呢是怎么用了？是这个脚刚才在里边输了以后就是这样带了的。哎，这个就是专门带脚用的，带脚带在这儿。这个呢就是我爱人这个蒸脸这个美容器，美容器上呢把这个拆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了。当年杨鹏把两条腿钻进自己鼓捣出的箱子里试验了一把，您别说，体会还真不一样。这个气温的话里边有多高温度您看一看啊，应该是在50-60度，现在你看温度达到60度了。60度的话，这是水的话，到时候根本你到时候就下不去脚。过去来讲吧，从水泡脚来讲一般在40多度，超过50度根本下不去。你看通过蒸汽的话这达到60度了，在这里边还能承受得了。不仅如此，膝盖上的感受也比之前要强烈的多。把它罩住了以后，这个气跟这个蒸馒头原理一样，气是往上走的，所以它这样这个腿的膝盖呢正好又是在这个最上面的顶端，所以这个气呢正好蒸这个腿，蒸了这个膝盖的话，但是膝盖又热又烫又，所以这个热量全在这个膝盖上，骨头缝都发热了，都发等于是就发热了，所以整个腿它都轻松下来了。杨鹏没想到当时这么歪打正着第一次蒸下来，收到的效果比之前的那些方法都要好。蒸出来以后啊，感觉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像小孩一样。把衣服穿上了以后的话，就马上开开门，就是我们住的是6楼，就上下楼跑了一趟，做了一次实验。1楼跑到6楼，咚咚咚，上来的时候说，回来的时候说，对，说我的膝盖好像是特别轻松多了，是吧？以后我的腿有希望了。打那以后，收获了信心的他，更是每天都要用那个喷着白雾的箱子给腿蒸一蒸，甚至还有点上瘾。刚开始是一次，一天的这一锅水的话能蒸20分钟，20分钟好了，感觉到的话没多长时间，他就又开始发凉发疼了。后来我就感觉蒸2锅水，一次性能蒸2锅水。后来我就在上班之前的早晨起来，提前起来再蒸一次。蒸了以后呢，上班蹬车子腿也不疼了。一个多月以后的时候，我们一块上下楼的时候，他就上楼的时候特别轻松，小跑着，没什么大毛病，天一冷啊就膝盖疼痛。杨鹏碰到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俗话说的老寒腿，中医把它叫做痹，认为啊是由于风寒湿邪内侵引起经络肌肤筋骨痹阻造成的。那关键啊就是要驱风散寒除湿，哎，这就和他的特殊方法有关了。中医认为这个皮肤毛窍肌肉的纹理啊和五脏六腑是贯通的，是透邪的通道，也是排毒的出口。那首先我们了解到哈，这个杨鹏用的那种美容蒸发仪啊是可以产生40到60摄氏度的恒温蒸汽的，是不容易灼伤皮肤的。那其次啊，它将这个热气聚拢在一定的密闭空间里，也就是那个蓝箱子里边，产生了一定的压强，而这个膝盖的位置啊又恰好在整个蓝箱子里边的最上部，那蒸汽密度最大的地方。这个毛孔啊预热打开之后，在压力的作用下，箱内弥漫的这个热空气会直接透入毛孔，通过发汗以驱除内部的风寒之邪，这也就是中医所讲的邪随汗解。而之前的热敷和浸泡的方法虽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毛孔，但是温度啊不容易控制，而且恒温时间也不会太持久，那体表的温度一旦下降了，毛孔啊也就会迅速闭合了。杨鹏自己琢磨出的这个方法正好规避了这些问题，还符合科学道理。而他自打蒸好了自己的腿之后，更是每天坚持蒸了下去。有了多年切身的体会，热气蒸腿这个看起来有些古怪的方法，杨鹏早已经割舍不下，十几年来每天都得蒸一蒸。有时候要是回来晚了哈，第二天早起来必须给补上，这是肯定的，就说天天蒸，也一天也不落下吧，雷打不动。不仅是杨鹏自己从中获益匪浅，而他鼓捣出来的这些箱子也已经成为了家里人的宝贝。
要凭着脚冬天的时候脚凉的时候哈，这么一蒸，热乎乎的特舒服。我平时有时候着个凉啊什么的，我就赶紧就蒸着，蒸着一蒸就好了。你看我这通过那个受益以后，这后来又改进了一个大的全身的，全身的这样的，到时候坐进来，他坐进来了以后呢，就可以蒸全身。把头进来以后呢，可以连头一块照蒸。当承受不了的时候呢，到时候进来以后这样可以蒸。如果咱是一个是有腰疼有腿的腰疼病的话，到时候就是，哎，这样的时候站起来以后呢，这样的话呢站起来蒸呢，他就能把腰蒸了。杨鹏的身体更是早已今非昔比，他每天都在自家附近的公园晨练。过去因疼痛不灵巧的双腿，现在也能健步如飞了。我感觉我现在50多岁了吧，应该说是我前五十多年身体最强壮的时刻。但是我坚信我坚持这个方法，这绝不是后50年最强壮的效果。其实这种方法呀，属于中医的熏蒸疗法，主要是用于外治。熏蒸疗法包括烟熏、蒸汽熏和药物熏3种。那杨鹏的这种蒸法呀，就是蒸汽熏。但是这种方法因为要借助热蒸汽的作用，所以看似简单，但其实啊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千万不要盲目模仿，以免出现烫伤或者是其他不必要的麻烦。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也请您一定要先去咨询专家。好了，我的健康我做主，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啊，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只要一有空，家住北京的林树森老人都要像这样用奇形怪状的铁片盔甲把全身各部位包围起来，乍看上去样子十分奇怪。大伯，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像个机器人呢。我这自己运动呢，自己锻炼锻炼身体。看着林树森认真操作的样子，记者很好奇，这能锻炼到什么呢？可是他说，养成这样特别的习惯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而且还天天都如此。这些都是铁片，扎不扎？没有扎的，没有一个扎你的，你知道意思吗？它也不会划你。最后林树森还打开一个开关，卡在身体各部位的铁罩又震动了10分钟。他起身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器具的全貌。大大小小的铁片上密密麻麻地镶嵌着珠子，包裹在一把椅子的四周，看上去很奇怪。自个儿动脑子做的，没什么价值，也没什么钱，花多少钱，就是自个儿的这功夫，我不能磨掉了，我舍不得扔，就我这心血。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辈子的心血，我就下在这儿。林树森，我的健康我做主。其实。这个大家伙并不是林树森拥有的第一个类似物件，他原本是个汽车修理工，15年前曾经有段时间胃里老是反酸胀痛，为了缓解症状，他开始动手制作按摩器。哎，先这两边我一胀了，他是这样两边也胀，这个也一胀，胀怎么办？你得就你这样就不能弄。人跑全弄了，哎，就人跑就全弄了，这不代替了吗？胃里胀的时候，林树森就用自己制作的这个东西，上下左右来回推动，别说收到的效果还真不错。你这胃里胀了也好，胃肚子疼了也好，就弄让它舒服点，好一点弄，或者一种方。渐渐的。胃的问题解决了，但林树森却从此多了个特别嗜好。一天咚咚咚咚，我们家老那么砸，你看他砸的那都是那铁片砸完了，我那钢丝盘一个圈，
我就烦，我说别打了，别打了。妻子起初不清楚他每天究竟是在干什么，直到看见家里添置了很多的东西。这些都是什么？这都是夹子、夹腿的，打这儿、夹那儿、夹脸的。你看没有？这是夹膝盖的。你看，他这人弄的这个。听没有？这夹膝盖就走随便走道，腿疼你也夹上它。你看他那个多费劲儿，我家都什么？我比他胖。小的就不说了，您看这个大家伙，用的时候直接压在身上，滚来滚去。舒服吗？这舒服，吃的不舒服，一压就舒服。结果还到晚上呢，他跟撂到后影儿，他冲上头睡觉了。哎，我说你这样睡觉多膈的哈，他说不膈的哈，舒服。您再看看这个，也是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珠子，林树森就这么直接套在头上。这是干嘛的呢？就是头发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戴上它就舒服。你要是哪里不舒服的，戴上它它就干凉，就是这是按摩的意思。就是防病，不是治病的。当时。后来，林树森的目标越来越大，家里几乎变成了个加工厂。我们老大来了，还都说了。你下工到这儿干嘛？啊，你用什么我给你买个什么不就行了吗？就说这个，他说买的那不好，买的那个，就是不治病，就是光样子货了。经过七八年的时间，林树森家里就又多出了这件东西。其实这是他自制的按摩椅，市场上的样子货他看不上。自己做的又好在哪里呢？头骨这白灰前骨前骨这一圈都是穴位，这都是穴位，浑身的这头上都先点上穴。头部固定好之后，林树森还要戴上眼罩，里面也有讲究。这个清明穴，这不能说穴位，这是鱼腰，这个都是按照穴位做的，什么鱼腰啊、四柱孔啊，这都是按那个来的。原来这些珠子都是和穴位对应的，背部的面积这么大，它照样按照穴位来安排用料。这个是按照脊背这个穴位来做的，做这个呢。他就自己感到特别舒服，因为这也是极泉穴，这俩地是来回，只要对他护用，这是最好的。对，就懂了，就上下这么一搓，因为他动呢，就等于穴位按摩呢。上半身都是在按摩穴位，都知道了，下半身穴位也照顾得很周全。你看这个呢，这两边呢，我就说一坐呢，他这两边的穴位全有了。这一圈就是那个什么尾骶穴，这个是中间的那个会阴穴，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穴位，环翘那儿，这是大腿那个什么的风池，这边就是。在身体的两侧，林树森还安装了一个挤压按摩装置，除此之外，就连肢体末端的手和脚都考虑到了。这是指着美观这儿来的，这俩呢是根据这两个横纹来的，这两个横纹，这个一圈呢是按照这里头来的，这个穴位呢是按照这个脚腕子这哈太溪穴和太冲穴，就是按那个做的。这五个脚趾头是涂的这个五个什么？林树森说起穴位来头头是道，但其实他上学只读到四年级。为了这个按摩椅，他可没少费劲儿。
他有时候那书看不懂，他就满街好几这一个字儿他不认识，查字典没查出来，他都满街问人家，上景山玩去都问人家，问人家文化高低那个字儿念什么，什么意思。而这台按摩椅和过去那些小型按摩器相比，用的材料更是十分特殊。这个是，反正这个是这个烤垫的，这个是就是那小垫，这上面都是瓷珠，就这个铁球是瓷石。他那个什么做那珠子都是我的项链，你看见没有？他也不爱戴项链，人家放这好有什么用啊？桶啊，簸箕啊，就搅了面。我洗衣裳大盆，嗯，那我俩盆，他给我倒了一个，我不倒了他。你看我使的时候没有了，你净造，你不买一造。最后，林树森还把一个旧马达改造成了一个震动装置，安在上面，让按摩椅的功能更加丰富。这下边呢，从头，哎，从脊背，从肩，一直在肚子，从两肋，哎，到屁股，从屁股到脚，都像给他有按摩的意思。林树森说，自己做的按摩椅，别看外观上有些吓人，但坐上去却很舒服。有空的时候，妻子也会坐一坐。而几乎每一天，林树森都要自己享受20分钟。我今年80，我能跳跳蹦蹦，干什么都不累，我就这种体会了。嗯，跟你说实话。明白了吧？林树森做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按摩器。您可能会觉得他们样子太奇怪。其实啊，按摩器械古时候本来就是形态各异的。比如说北宋的《医说》这部书里边就记载过滚竹筒，用的时候啊是两脚站在竹筒上，手扶着墙，脚底用力来回滚动，目的是按摩脚底。还有清代《圣济总录》这部书里边啊也记载过生铁熨斗子，就是说用熨斗一样的东西来按摩头顶。那还有一部书叫做《奇效良方》，这里边也记载过一种方法，是用2-3两重的旧滑铁蘸药按摩。那跟这些比起来，林树森的按摩器也就不那么另类了。特别是那个按摩椅，看着呀是很简陋的，但是从头到脚啊全都覆盖到了。总之都是通过推拿滚打揉的形式来达到平衡阴阳、调整脏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效果，连专业的中医试过之后都评价不错呢。在拍摄期间，跟我们随行的一位中医医生也对林树森的这台按摩椅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体验。人身上有360多个穴位，他基本上能照顾到大，绝大多数穴位都照顾到了。而且的话，他还有这个加上那个震动，就是这个您力量嘛，他也可以随时调节。这个来说，就是我目前看到的呢，就是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按摩的一个那个按摩椅了。没想到这手工制作的按摩器还真不是样子货。不过林树森说，这还不是终结版，他还要不断改进。这不都打开放放水，去插上电，这不是火锅就热了吗？冒出水来呢，这是用温度计，这是这个多少度数了，它自个就停，知道吗？这上面你看多少眼儿，你看那底下。在座位底部加一个电火锅，里面放上水，接通电源后，坐垫上就可以传热了。这就是他给这张按摩椅增加的新功能，蒸汽传热。从最开始制作到目前的这个样子，它的功能越来越多。这使得不痛快了就改。改到什么位置？改到自个儿使得方便的时候。怎么方便？怎么搁着才舒服？那个地方。
这个没有止境。林树森的成功啊，离不开他自己的反复试验和钻研。而实际上啊，这个按摩器的制作啊，还是有专业性的，用料也是有特殊要求的。所以在这儿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不要盲目模仿，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那如果有相关需要的话，请务必要先去咨询医生。好了，下面咱们再去认识一位健康有心人。北京市北土城公园里，每天都会有群健身爱好者聚在一起踢足球。奇怪的是，他们不是分成对抗的双方比赛，而是每人一个球，合着音乐踢。说是踢球，却像是在跳舞。他这个，你比如说肩膀，还有这个腿，还有这个头脚眼睛，都在动。别的运动吧，就是说腿部的运动很少。这个就跟那肥腿部做按摩一样。仔细看，他们脚下的足球上面拴着根绳子，足球就靠这根绳子收放自如，再加上各种踢法，还真的把小小的足球给玩活了。您看他那个身材又好，反正他是这个球的那个发明人。这位就是球友们说的高老师，据说这种奇怪的踢球方法就是他发明的。他踢起球来还真是有两下子，甚至甩起来也能踢，而且难度还越来越大。踢法大概有50多种，50多种动作基本上都是我创造的。我现在踢的很多动作，都要说是48岁，连28岁他都踢不出来。高希庚，我的健康我做主。2011年，高希庚已经78岁了，但只要是踢起球来，几乎就是没完没了。我最多的时候踢6个小时，就是说不停的踢，中间就是顶多有个喝水的时间，吃点东西，像不停啊，不停的踢，我能踢6个小时，那时候最好的记录。能连续不停踢上几个小时，体力先不说，腿脚肯定得好才行。可是要说起14年前，高希庚的腿脚和现在真是没法比。就觉得这个腿的血液循环不行，尤其是站起来站的时间长了就发胀，脚发凉，皮肤发干，皮肤发干就裂嘛。你到冬天，天还不怎么太冷了，我就裂口了。走路呢是弯着这个腰。腿呢拖拖拉拉，摇摇摆摆，就显得好像一个病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人。当然我看到很多老年人摔跟头这种事情，我还没摔，但是我没摔，我都感觉到也说不定我有一天该摔跟头了。高希庚曾经在体育系统工作了30年，经常参加各种运动，当时腿上的问题让他意识到得加强腿部的锻炼才行，于是他想到了踢球。踢两下来觉得这个东西踢球对脚不错，但是踢两下这个球乱跑，你踢两下又就去找半天球，作为运动它必须要保证连续也能控制才行。高希庚开始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球装进塑料袋，用绳子一捆，于是足球就不再乱跑了。但是时间长了，塑料袋一破，球就会跑出来。他干脆就把绳子直接系在球上。最初的办法就是在这个球上打一个十字，用那个布袋做一个十字，然后呢，把这个塑料袋呢，把这个绳子呢拴到这个十字这个结上，这么拴上。
高锡庚又是剪又是粘的，忙活了半天，球倒是固定住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个绳子拴上以后啊，咋的球踢着转的时候啊，这绳子不是拧了吗？越拧越厉害，越拧越厉害，你踢不了了，你要把它放开，放开以后再踢一回又拧上了，还是没办法，还是不好，不理想。经过了六次反反复复的修改，小小的足球上终于加上了一根特殊尾巴，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这个别人是活动的，那么它在里边有一个大的垫圈，这个垫圈是很大的，是专门特制的，是吧？就是说在踢各种踢的情况，这个都保持牢固，不会掉出来的。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一根带子从中间分一个叉，两个手可以控制球，这个球踢出去以后啊可以自动回来，那么怎么让它回来呢？就是两个手往两边分。高锡庚的自制健身球于是成型了，接下来就是踢法。简单的踢法就是这样，自始至终球都不离开地面。后来他琢磨出了几个固定的动作，来回的踢，越来越熟练之后，动作难度也跟着上来了，还踢出各种花样来。踢一段时间以后就60次100次，然后大概踢了有半年多了吧，不到一年吧，我最多的时候一次测我能踢到300次。踢来踢去，高锡庚原来犯愁的双腿问题渐渐也发生了改变。练了有一年多吧，一年多那年正好冬天，冬天我脚怎么不裂了？哦，因为踢球踢得多，一到吃完晚饭又接着踢球，他血液循环好，他就不裂。打那以后，坚持踢上30分钟，成为了高锡庚不可缺少的锻炼方式。踢了几年下来，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似的。坐地铁下来。好多人都坐了自动电梯吧，我都不坐，我都走啊。好多年轻人也要跟着走吧，基本上我比年轻人走的不在后边，我得超前。有时候我跟他走，他走2步，我就得跟着跑几步再赶上他，再走我还得再跑几步跟着他，说感觉到他的腿的力量平衡非常非常的好。高锡庚的这个健身球不仅把自己的烦恼踢跑了，后来还申请了发明专利。高锡庚过去啊是下肢沉重，腿脚干裂，走路无力，这是一般老年人常遇到的问题，这主要是与下肢血液循环不好密切相关。而他发明的这个踢球方法，首先啊就是从各个方向在抬腿踢球，那长此以往必然会大大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增加下肢力量和灵活性。其次啊就是每一次踢球的时候啊，这个腿部的肌肉群啊也会得到锻炼，肌肉力量会增加，膝关节呢是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屈伸，这样既能够增加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弹性，又避免了加重关节软骨的磨损，可以说对膝关节啊也是有着很好的保护和锻炼作用的。高锡庚啊最初也没有想到自制健身球真把自己的问题给解决了，踢出了兴趣，踢出了快乐，后来还影响了更多的人。自己受益之后，高锡庚决定把球带到公园里教大家踢，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他专门进行了设计。我踢的时候唱歌，唱那个北京的金山上啊，我就唱啊北京的金山上，就我就按照这个唱歌的节奏踢这个球，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哦马上鼓掌。没想到音乐和足球的这么一结合，还真吸引了很多中老年人的眼球，
而且迅速被推广到很多地方。你要做好了以后，他有那个舞蹈的刑警的动作，是吧？他能活动全身，就促进咱们的血液循环。两个手，左手都牵着，然后脚来踢的时候，他不如猫腰去捡球，是吧？否则的话呢，年龄大点，头脑发晕大点，踢毽子，万一一捡，啪，脑袋就摔了，是吧？这个就比较安全。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着高希庚学踢球，而且北京很多公园里还成立了球队，目前踢这种球的人数还在逐渐增加。一也想起来我就刹不住了，就老想再跳，即便是这个出汗的我也高兴，都是从里往外的都是高兴，还真是没感觉了，感觉精神特好。每天早上起来比如挺疲惫的，一想起这球呢赶紧下楼一踢完了，一出汗排毒养颜了，那精神就来了。这个健身球受欢迎的程度，看看大家的球就知道了。这些阿姨们球都踢破了还舍不得丢掉。他这个囊没坏，他踢坏了囊没坏呢，他有这个罩着罩着他还能进去踢，哎，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这个只要这囊，老师说了只要这囊不坏就能继续踢。看来人们真是对这小小的足球着了迷，渐渐的，高希庚发明的这种健身球有了另一个称呼——可乐球。根据我的体会，我有四句话，啊，这四句话，我把它写到这球上了，啊，人生腿一老，踢球实在好。在家就能踢，动作像舞蹈。可乐球只是高希庚的诸多发明之一，除此之外，有伸缩弹性的撑杆，安上支架抵住身体可以来回的跑，这是前撑式跑步器。这种拉力器由弹簧做成，可根据自己的力量压缩伸长，腿和手都可锻炼，这叫管式拉力器。轻型划船器也很有创意，不用去健身房，同样可以在家锻炼。在屋顶找个固定点，在家也可以打羽毛球，而且还不会乱飞，这叫做飘带球。这些健身器械都是高希庚发明的，都很实在，而且还不占地方，想什么时候练什么时候练。加上可乐球，他总共发明了八种健身器械，他称为健身八大件儿。我不断的研究器械，我这运动应该说是坚持的不错的，是吧？你研究出一个东西来，你要用嘛，啊，所以那时候整个体育活动还是不错的，坚持了。高希庚不仅发明了很多的健身器械，而且每一种他都会亲身去体验，坚持身体力行。多年锻炼下来，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好。我去年检查骨质状况，我的骨密度的指标是86.9，我儿子是87.8，他比我才多一点点。那我86.9，那我就跟我儿子很接近，跟中年人很接近。那么我的骨密度能达到这个水平，我都很满意。近几年，高希庚的发明不断被媒体报道，但是他依然没有感到满足。还想继续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发明出更多适合自己的器械。要健康找自己，这是六个字，这是我这么多年的
亲身的体会，这么多年我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啊，我希望健康，但是我的健康首先找谁？首先是找自己，自己把握自己。高希庚年近80还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靠的是自己，正应验了那句话，我的健康我做主，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向您介绍为自己健康做主的有心人，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